近日临近圣诞，众星都在为节日准备，不知道超市采购圣诞节礼物，就是正在忙碌准备。张泽天则选择秀了一把幸福。12月19号，张泽天在 RJ 晒出一张一家三口雪人照片，并配文：雪人爸爸、雪人妈妈、雪人宝宝。虽然是晒的玩偶，但却含着深意。照片中雪人爸爸体格健壮，雪人妈妈小巧可爱，而雪人宝宝则又萌又可爱。这恐怕正是张泽天现在的心理状态，在他心中，刘强东就像雪人爸爸一样强壮可靠又非常温暖，能挡风遮雨，而三个雪人正好是他们一家三口现状影射，非常温馨。张泽天与刘强东相识让人意外，结合也让人意外，原本不应该在一条线上的人因为爱结合在一起，迎来的不是祝福，反而是谩骂。这段恋情看好的人并不多，然而却意外的幸福。刘强东不仅尽到了一个丈夫应有的责任，也确实像一座山一样可靠，为张泽天挡风遮雨，更为他带来许多温暖。张泽天的生活越来越幸福，也就越来越不在乎外界的看法。近日他接受媒体采访，曾直言当初对于谩骂非常生气的他已经不再在意。网友纷纷留言：好暖好治愈，像你们一家人，很有爱的一家三口，要幸福有爱超可爱。